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运动会风波。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的任务就是把运动员安全送达现场。嗨，优秀的运动员们，快上车吧。这辆车能装得下我们吗？不就三只小猴子吗？装得下，快上来吧。真的装得下我们吗？这看来我得请个帮手了。哇，今年的运动会看起来好热闹呀，真让人期待。我还学了一套啦啦队加油操哦。加油加油加油。是谁打来的电话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忙。猴子运动员太多了，我的车子坐不下了。哎呀，别急。没问题，朱大叔，我们马上就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准时的公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时的公交车，嘟嘟嘟嘟出发啦，车厢大，座位多，快速安全不犯错，快上车吧！别着急，别拥挤，乘客多也没问题，找位置，快坐好，关上车门就出发，装好扶手，小心转弯。大大车轮转呀转呀，我又转用公交车道。车跑得快呀，我是准时的公交车。公交车呀开得稳，公交车呀很准时，公交车呀谢谢你送我到达目的地。下车请注意安全。我们也需要超级公交车。来啦。我们在这，快上来吧。哦，不行。又不行。还是不行。哦，看来我们上不去了。可是比赛就快开始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有办法了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双层公交车，都上来吧，这回肯定没问题。向前跑，乘客个头高又大，别担心。
开心，我能装得下，真舒服，双层公交，速度快又跑得稳，路上风景特别好，开开心心就到了，我开开心心就到了。终点站到了，请乘客们有序下车。哦，谢谢你，超级公交车。不客气，比赛要加油哦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雪山救援。哟呼，看我的！哇哇！皮皮，慢一点，你滑得太快了。快来追我吧！啊！救命啊！啊，皮皮小心！皮皮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皮皮，你的样子好搞笑呀！我们继续滑雪吧。啊！不好了，皮皮，是雪崩！快跑呀！救命！这儿发生了什么事？是雪山发生了崩塌。雪山距离小镇很远，应该没有危险。今天早上皮皮还约我去滑雪呢，幸好我没去。不好，皮皮有危险！召唤超级汽车！超雷达警车，铁臂挖掘机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是不是被埋在雪下面了呀？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皮皮。交给我们吧，雷达启动，开始挖掘。雪山在崩塌，白茫茫都看不见，大雪哗哗下，怎么办？第五我来啦，搜救行动交给我，雷达滴滴响，发现了。哐哐哐哐我来啦，挖掘任务交给我，挖呀向下挖，哈，找到了。皮皮，你没事吧？不见了。快去救阿布。目标都出现，大铲子挖。
的声音太大了，雪山又要崩塌了！啊，快点呀！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寻找蛋宝宝。哟呼，多么美好的早上呀！可爱的蛋宝宝，快跟着妈妈一起做早操吧！一二三四，二三四，扭扭屁股，啊，扭扭脖子，3 2 3 4，4 2 3 4，伸伸手呀，踢踢腿，啊，咯咯咯，我的蛋宝宝，宝宝，哎呦，啊，我的宝宝。不！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快去看看。鹅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蛋宝宝掉进前面的树林里不见了。哥哥，鹅妈妈看起来很着急，我们快帮帮她吧。让我想想，啊，有了，我们可以请超级汽车来帮忙。啊哈！召唤超级汽车。火箭赛车，超雷达警车，超级汽车，汽车出动！蛋宝宝你在哪里？你的妈妈好着急。蛋宝宝你在哪里？开启雷达寻找你。蛋宝宝你在哪里？让我转个圈圈寻找你。找到啦，宝宝你在这里，草丛后面找到你。哦，又不见了。哎呀，宝宝太调皮，弹来弹去又不见。警车赛车在出动，我们一定找到你。第五第五，找到了，宝宝掉在河里，快点快点，顺着河流往下飘，哎呀哎呀，有危险，躲好了。轰隆轰隆加速跑，要比小河跑得快，急刹车向上飞跃，一把抱住蛋宝宝，安全啦，终于安全了。咯咯咯，今天天气好，适合做早操。适合做早操。宝宝，跟着妈妈一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四、二。啊，哦，宝宝，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。消灭大火怪！哈哈哈！大火怪来啦！啊，着火了！快跑！哈哈哈！好可怕的大火怪！快跑呀！我要把整个城市都烧毁！
呼！怎么回事？不好，是大火怪！他在破坏城市！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！无畏的消防车。超级汽车出动，不好，火势越来越大了。我有点害怕，大火怪看起来好危险啊。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我们加速向前。是勇敢有为的消防车，消防车，长长的水枪是我的武器。救援开始了，水枪喷喷喷，熄灭你，熄灭你，看你往哪跑。大火怪，你完蛋了！让你们见见我真正的实力！我是无敌又可怕的大火怪，大火怪，热热的火就是我的武器，看着。毁灭你，毁灭你，统统都燃烧！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哈哈哈哈！啊，好痛呀！哼，可恶的大火怪！糟了，召唤的地方越来越多，我们可不能认输，守护城市是我们的责任。超级汽车升级，最强形态，装甲消防车，消防车穿铠甲，全副武装，全副武装，小水枪变成了发射！看我的火球，哎呀，熄灭了！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我要快点逃！你逃不掉了！消防车向你全力追击，追呀追呀，铠甲保护我不会受伤，打打水炮弹不断攻击，可怕的火苗全都熄灭。浓烟消失了，我们胜利啦！别想跑！我就说嘛，我们一定会打败你的！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！正义的警车，一号车归位，二号车归位，开心虎，快看，求救信号灯，这谁又危险？是淘淘，贝乐虎，我家进小偷了，你们看。淘淘，别担心，我们来帮你。超级警车，出动！
偷偷偷，我是小偷。金币、大钻石装进口袋里，悄悄地、轻轻地，没人发现我。藏起来，躲起来，谁也别想抓到我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嘀呜嘀呜嘀嘀咕咕，我是正义的超级警车。小偷小偷跑不了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别想跑。快跑！站住，不许动！跑呀跑呀跑，追呀追呀追！嘀呜嘀呜嘀嘀咕咕，我是正义的超级警车。小偷小偷抓住啦！我错了。只要有危险，我就会出现。淘淘，这是你丢失的东西，还给你。谢谢你们，谢谢超级警车。帮助你是我的职责。你喜欢蓝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！超级警车探险之旅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快点儿来啦！大家快坐好，系好安全带，探险之旅开始喽！出发！啦啦啦啦啦！啊！啊！啊！幸好大家都没事。可是我们的车坏了，不能去探险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可以找超级汽车帮忙呀。神奇的搅拌车，准时的公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出发救援，遇到危险尽管找我，公交车会准时到达，动动车轮马上出发，一起去探险。我不去了。来呀，看我的大滚筒转啊转啊，一圈一圈又一圈，我用神奇魔术刷图变水泥，解除危险一切安全。出发！超级汽车，只要有我们，无论多麻烦，什么都别怕。超级汽车，你们在身边，再多的困难也不会后退。探险之旅重新开启，探险之旅快乐无比。汽车准时出现，完成任务绝不放弃，公交车陪你去冒险，森林草原冰川沙漠勇往直前。快了，小桥完成搭建，变啊变啊，宽宽马路出现，我用神奇魔术困难交给我，向前奔跑拥抱奇迹。超级汽车，只要有我们，无论多麻烦，什么都别怕。超级汽车，你们在身边，再多的困难也不会后退。探险之旅重新开启，探险之旅快乐无比。超级汽车，并肩战斗。小机灵出租车，等等我们，等等我们！不好，我们要赶不上飞机了！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我们找超级汽车帮忙吧。
嗨，你们好呀，我是超级出租车，大家都叫我小机灵，因为我认识城市里所有的路哦，你们也可以叫我河地图。你好小机灵，我们我知道你们需要我的帮忙，对，没错，肯定是需要我的帮忙。大家叫我 Taxi Taxi， 大家叫我 Taxi Taxi， 乘客请上车，你想去哪里？去机场，很着急。乘客别着急，安全是第一，系好安全带，按下计价器。超级出租车出动，我穿过大街，又绕过小巷，我是活地图，认识所有路。时间虽然很紧急，出行安全是第一，红灯停下绿灯行，交通规则要牢记。糟糕，堵车了。是城市里所有的路。你喜欢粉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！超级出租车，准时的公交车。快醒醒，快醒醒，该工作了。哥哥怎么了？好吵呀！是超级汽车球，快跟我来。你们好，我是超级公交车。你好呀，超级公交车。你为什么起得这么早？因为我要开始工作了。天早上天没亮，我就会起床，动动我的大车轮，哦，一切都正常。好棒！亮起我的数字灯，关闭前后门，公交车准时出发，欢迎乘坐868。超级公交车，出发！下一站，贝勒小镇。上班上学，需要公交车，一个一个跑过，不慌也不忙，方便快捷又安全，我们都习惯。公交车准时到达，哦，上车请刷卡。车辆转弯，请注意安全。乘客请坐好，坐好，扶手摇啦啦，上车下车都别急，别急，安全快速准时到，准时到。公交你真好，每天起得早，绿色出行很环保，你对我们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超级公交车，再见！再见！乘客们请坐好，下一站是贝勒医院。你喜欢黄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！超级公交车，守护朋友。哦，
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嗯，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嗯，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，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一切都很美好。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甜甜圈了，你是谁？不许动！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，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，不怕！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。炮弹，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！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！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。不是工具，我们有生命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！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，朝目标发射。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汽车在运行，守护了正义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让世界更美。